高冷在哪？啊，这么简单，林云斌仍然是那么腼腆。那么这几年大家都知道你在汉诺威音乐戏剧学院深造，那么也回避了很多能够在国内跟大家交流和见面的机会。那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几年学习的经历吧。其实这几年对我来讲学习也是非常充实，我也非常开心，因为有很多自己私人的空间吧，也有很多时间。当然今年应该说在暑假前我在汉诺威音乐学院已经学习毕业，然后从明年开始的话应该说会有更多时间进行表演，然后会有更多的可能音乐会还有专辑，把我觉得一些好的音乐介绍给大家。然后最近呢，我想